来看一下这个题目，他说呢，有四颗牛奶糖，还有五颗 QQ 软糖呢，分给三个小朋友，每个小朋友呢至少分得一颗糖，请问有多少种分法呢？我们来想一下，嗯、呃，四颗牛奶糖还有五颗 QQ 软糖分给三个小朋友，每个小朋友至少分得一颗糖。 这跟我们刚刚呢的题目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如果他问我说五颗 QQ 软糖分给三个小朋友，我可以说 a 加 b 加 c 呢等于五，然后呢怎么样？因为 a 加 b 加 c 等于五，而且他们至少分得一颗糖，所以呢我就是在求这个东西的正整数解。OK。 但是现在问题来啦，这个它同时呢还牵涉到什么？不是只有 QQ 软糖，还有牛奶糖。那这时候你又不能呢把牛奶糖也混在一起，因为如果牛奶糖混在一起的话，另外一个东西是 a 加 b 加 c 等于四啊的正整数解。如果今天他跟我说每个小朋友至少得。 一颗牛奶糖跟至少得一个 QQ 软糖，我们就好算了。我们只要算呢，至少得一颗牛奶糖的可能数，乘上呢至少得一颗 QQ 软糖的这个可能数，那么就是所有的方法。但是现在他是说每个小朋友至少得一颗糖，所以那一颗糖有可能是牛奶糖，也有可能是 QQ 软糖。看来啊。 我们就不能呢直接这样子做计算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想喽，如果啊我们要呃处理这种至少分得一颗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写一种叙述，就是他们如果至少分得一颗，那我们就是如果一颗都不得啊，所以 A 叙述的意思就是我们假设三个小朋友是有 A 小朋友啊、B 小朋友、C 小朋友。 那么呢，A 叙述就是 A 小朋友一颗都不得，都未得，啊。然后再来呢，呃，B 叙述呢就是 B 小朋友一颗都未得，C 叙述呢就是 C 小朋友一颗都未得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 所谓的这个每个小朋友至少分得一颗的意思，就是说 A prime 就是 A 小朋友至少得一颗嘛，因为 A 是 A 小朋友一颗都未得。然后呢，B 也至少要分得一颗，所以呢，所求其实就是 A prime 交集 B prime 交集 C prime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求它的数量，这就是它的分法。 所以呢，它的数量其实就是 n 的。我们借由笛摩根定律知道呢，是 A 连 B 连 C 的 prime。那我们呢，也知道按照补集的概念，是用 nU 去减掉呢 n 的 A 连 B 连 C 了。那现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取舍原理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写出来。 n 的 a 连 b 连 c 呢，不是就等于什么 n a 加上 n b 加上 n c，然后呢减掉什么 n 的 a 交 b 减掉 n 的 a 交 c 减掉 n 的 b 交 c，再加上呢 n 的 a 交 b。 交 C 好，什么叫做 N A 就是 A 小朋友一颗都未得啊，所以剩下就是什么给另外两个小朋友得去了。那我们想一下怎么计算 N A 呢？N A 意思是说呢，如果 A 小朋友一颗都未得，那么四颗牛奶糖就是给剩下两个人分去了，也就是 B 加 C 呢有几颗牛奶糖。 B 加 C 有四颗牛奶糖，然后 B 加 C 有五颗 QQ 软糖，所以我们就是从两个人里面去重复选四次，让他们呢分配这四颗牛奶糖。乘上呢两个人重复选五次，让 B 跟 C 呢去分配这五个 QQ 软糖。好。 那我们来算一下这个数量是多少，这个就变成是 c 的四加二，二加四减一，取四乘上呢 c 的二加五减一取五，所以这个数量呢是 c 五取四就变成 c 五取一，所以等于五。然后呢这边就是 c 七啊减一，1, 所以就变 c 六，然后呢取五，所以是也是等于六。 啊，等于三十。那我们发现，n a 既然是三十，这状况是对称的嘛。a 小朋友一颗都未得的情形，跟 b 小朋友一颗都未得，还有 c 小朋友一颗都未得的情形，不是一样的吗？所以就是三十乘上三，再来减掉呢。什么叫做 n a 交 b？就是 a 小朋友一颗都未得，b 小朋友同时也一颗都未得的情形。啊，这种状况有几种？ 就只有一种而已啊，就是呢，全部都给 C 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就全部都给 B，这个就是全部都给 A，所以就减掉一乘以三。那最后呢，加上 n 什么交 n 的 A 交 B 交 C 就是什么？三个小朋友都一颗都未得，有可能吗？当然是不可能。所以呢，我们最后的数量算出来就是九十减掉三等于多少？ 八十七，好，这个是 n a 交 b 交 c 的结果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最后要算出来的答案集是什么呢？是 n u 哦，减掉 n a 交 b 交 c。所以我们的答是等于 a prime 交集 b prime 交集 c prime，是等于呢 n u 去。 减掉 n a 连级 b 连级 c，那什么叫做 n u 呢？其实就是四颗牛奶糖任意分给三个小朋友，还有五颗 Q Q 软糖任意分给呢三个小朋友啊的所有状况。OK，所以这个所有状况就会变成是 h 三个小朋友重复取四次。 再乘上呢，三个小朋友重复取五次，然后去减掉八十七了。那我们把这个地方算一下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这里好了，偷算一下，h 三取四呢是等于 c 多少呢？是 c 三加四减一去啊取四，所以就变成 c 六取四，c 六取四就是 c 六取二。 所以就是六乘五是三十除以二十等于十五。那么再来呢？h 三取五的话呢，就是 c 的三加五减一取五，所以这边是多少呢？变成 c 七取五就等于 c 七取二，所以呢，算出来是二十一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去计算一下，它的结果是十五乘上二十一减掉八十七。 十五乘上二十一是多少呢？我们算一下，这边是一零五，这边是二十一，所以算出来是三一五。三一五减掉八十七，87, 那我们呢也算一下，三一五减八十七等于这边是八，OK，然后呢这里是二，所以呢算出来刚刚好是等于二二八种。 分法啊，算了这么多，总算算出来了。好，这里面呢用到了重复组合，用到了笛摩根定律，用到了取舍原理，算是一个集大成的题目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题目，请你好好的把它想一想哦。